蒙勒新亚 biu， 给自己一个目标，不为昨天烦恼，不为明天迷茫，只为今天更美好。用希望迎接太阳，用笑声伴时光，用快乐涂满心房，期待新一天的充实，天天开心呀！@何一凡。我觉得这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应该不知道去哪儿抄的，这句话应该是要自己写出来的，肯定是一个。肯定是文科生。那你分析一下这个名字啊？他这个蒙勒新亚，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吧？要这种取这种名字，看出来很可爱。也有可能我很可爱，然后让他们改了这个名字。毕竟，粉丝随爱豆嘛，是吧？还有这个，我这个好长啊，这个只吃兔子的胡萝卜。这不跟那个卖火柴卖小女孩的火柴，那个是什么来着？火柴卖小女孩，卖火柴的卖女孩的小火柴，这是一个道理啊。只吃兔子的胡萝卜。我爱着一个男孩，他叫何一凡，他笑起来最好看，有眼光，眉眼弯弯，目有星辰，眸有星辰。我喜欢他呀，喜欢他的笑，这一笑呀，嘴大大的上扬，两颗尖尖的小牙耀武扬威的甚是可爱。我喜欢他呀，喜欢他的笑，这一笑阳光仿佛都被收敛在一起释放，耀眼而美好。我喜欢他呀，喜欢他的笑，这一笑好像阳光晒进了心里，暖暖的，安定而温暖。我喜欢他一遍又一遍，心心又念念。哦，适合写词儿这个人。那你看他的名字，分析一下这个网友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特别皮的一个女孩，肯定很皮。你看，吃兔子的胡萝卜，不应该是吃胡萝卜的兔子吗？应该是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女孩，然后也是文科生，应该年龄不大。杰哥哥的帽控，杰哥哥的帽控，你是个帽控吗？好，张浩莲，很早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说你的梦想是唱歌跳舞，当时你的微博简介也是这个。这些年来看着你一直在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着，我真的很为你高兴。接下来的路我们会继续陪你走，请放心大胆的追逐自己的梦想吧，我们永远在你左右。哦，非常的暖心。但是应该是一个很老的粉，应该是老粉吧。我觉得如果都看过我以前微博的东西，而且有知道微博的简介的话，应该有迅哥差不多年龄了吧。那不好说，我就不敢说这个东西了。但是谢谢一直以来的陪伴。那你看他的名字，分析一下这个网友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。就是他杰哥哥的帽控，就是一个帽控啊。肯定如果自己不是那样的话，那为什么叫帽控呢？你是杰哥哥吗？那个什么杰啊，那个什么怪象变杰，还是怪象什么杰啊？但是他头像是一个女孩哎，杰哥哥的帽控。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怪象什么杰？怪啊，什么医生嘛，对吧？怪象那个什么杰，他就上面有一个帽子，我觉得他就应该是那顶帽子，然后很生气的那个。那个是应该是医生的那个对吧？黑白的嘛，那个吧。不知道。好吧，忘了。那个怪象。那个杰就长得就很丑那个。喜欢帽子的你，知道了，好。